好，各位好，我是信子。我最近录影的时候发现副厂电池越来越不听话，动不动就给我莫名其妙的断电，然后萌生出我想买一颗新的电池的想法。我最近在网络拍卖找，我从虾皮找到超级便宜的原厂电池，一颗只要650块。那这时候我就觉得很奇怪，怎么可能原厂电池那么便宜呢？虽然用看的感觉就知道是假的，可是没关系，我就是不死心，就直接去密卖家。说，哎，你们的是不是真的？然后卖家也回我说，哎，是真的，原厂货，只是水货，平行输入。不细嫌我，当然是要买一颗便宜的来试试看喽。那我同时也有在从Momo购物中心买一颗原厂电池，那这颗电池差不多1600多块，快1700，就是比较合理的价钱。那等到货的时候来看看，到底是不是真的有差，还是说真的都是一样东西呢？OK， 从虾皮热腾腾的取货了，我们就来拆开看看。哇，看起来很像有一回事哦。卖家说是水货，包装也很像原厂的。然后这边我们来看一下，这个是我从某某购物台买的，这个，他这个听说这个是新的包装啊，因为卖家的是旧包装，我们就来检查看看，外表看起来是真的蛮像的。整个文字看起来写的都是大同小异。一样都写日本制造，中国组装。然后这个纸箱，这个从某某买来的也是一样。OK， 我们就直接开箱吧。OK， 那我右手边这颗是从那个某某买来的原厂电池，那我左手边这颗是从虾皮买来的水货的原厂电池。很明显的，我觉得它是高仿的，因为做工差太多了。我们来看一下做工。从影片中不知道大家看不看得出来，就是右边这个是正的，这个是号称正版的水货，可是我们从看塑胶外观那个壳，质感差太多了，因为它原厂的这个是全黑的，然后这个副厂的这个号称水货的这个，它有点灰灰的，然后再来是后面的文字叙述。可以很明显看到，就是我觉得完全不一样，尤其是我们翻过来看这个，
这个制造日期的地方，它的那个雷射打印完全就是不同的等级，差太多了。这个真的太夸张了，我觉得应该不用再做后面测试了。没关系，我们还是继续往后看，我们等一下直接上机实测。原厂电池的话，这颗我已经充饱电了，因为我一买回来的时候，原厂电池是完全没电的。那我们接下来看这颗电池是不是有电。OK， 那我们来实际上机测看看，这个是水货哈。它的电量是76%。所以应该不用看了，这颗是假的，因为原厂电池都是满，都是通常都是没有电的，完全没有电的。不过没关系，我们接下来来进一步更深入的测试，就是称重量。OK， 那我们就实际来上磅秤机来称重量。好，我们先测试原电哦，原电的重量83公克。看一下，原电重量是83公克。OK， 那我们来，水货的重量呢？78公克。给大家看一下，78公克，这个误差值已经大到有点令人难以置信了，感觉好像是。过了一个海水以后，还是怎么样就变轻了嘛？这个太夸张了，这个真的是太诈骗了。好，为了慎重起见哦，我还有其他颗原电，我也同时拿来测给大家看一下。我们这个也是原电，大家可以看一下，一样83克，所以重量真的差蛮多的。我这边有很多颗原电，我一颗测给大家看。好，这颗也是原电，一样83公克。因为这个电池，他们原厂品管还蛮严格的，误差好像听说是在1公克以内，所以重量真的差蛮多的。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这个金属接点的部分，对，很明显看到假货跟真货的差异。好，大家可以看到那个金属接点，真的差太多了。这个要怎么说服我是真货，我都不敢相信，太夸张，太夸张。OK， 那整体来说，我本来还要想做进一步的续航力测试，我觉得也没有必要，因为。整体做工差异真的太大了，就是如果你有很多颗原电的话，那你就知道这颗已经是假货。这支影片其实也是奉劝大家不要贪小便宜啦，便宜绝对没有好货，因为毕竟这个价差太大。像我从某某买，因为刚好还有特价啦，这样某某一颗差不多1700以内就买得到了。这颗水货呢，只要650块，不到一半的价钱，所以非常的诈骗。卖家说这是真的，那。我觉得大家购买也要小心，因为毕竟这是网络购物，而且它这种电池是这种一次性拆封的，所以基本上你也不太可能退货。买到假的，你用的话，有可能有机会造成机器宕机啊、死机都有可能。因为前阵子我的相机因为用副厂电池，然后导致记忆卡读取不到，因为突然瞬间的断电，所以我才会开始比较买那个。原厂电池使用录影的话，或是拍照是会比较安全的事。当然，好的副厂电池也会比较贵一些啦。那这样的话，就是看大家怎么去做选择，因为毕竟副厂电池的续航力跟原厂电池还是有落差的。在意这些的话，我是建议大家还是到 Sony 的直营门市，或是大家的网络购物中心，例如雅虎啊、PC Home、Momo 之类，会比较安全。毕竟这种像这种虾皮这种。
这种卖家的话，通常也是可能用假账号，你最后也抓不到人。这个真的是太假太假，真的很无言。我劝大家不要为了省小钱，然后最后还要再多花一次钱，就是这样。我是信子，那欢迎有问题都可以留言给我。我们这期影片就到这边结束了，拜拜。